我问过一个人，他是打理那种私人，就是私人财富的嘛，就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就他说我，我我他就他说有三种人哈，一种像你说的那个乔布斯那种，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哈，这种企业家；要么就是继承遗产；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高级打工仔嘛，可能是在在就在麦肯锡啊，或者在什么公司啊，他做的很高。 那么我问他，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他说三种人都一样，就是幸运，lucky、yeah, 对，他<说>同意。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多少人像乔布斯？有多少？他说到最后就是 luck，pure <错> luck。啊，当然你也要努力啊。但是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他说那当然，咱们所以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嘛，小富由贱啊，不是很贱的贱。 节俭的俭，大的节俭，大富由天嘛，呃、<对>八个字讲好。是可是我们别忘了，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对我非常后悔。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时间、精神放在跟家人相处，放在开发自己的各种的心灵的感悟哈。 所以我们说乔布斯这个那个发财啦、啊，怎么做大师，到最后他是后悔的。对，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我们前面的聊天哈讨论，都忘记了两个字哈，这两个字很重要的，剥削。对，所以你九九六作为一个制度，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嘛。假如是一种制度哈，你不能剥削嘛，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啊，要不要八幺幺八的这个那个无所谓。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九九六，因为中间就牵涉到剥削。剥削有什么不好呢？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嘛。基本上，他的生命就是为了这個工作，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啊，是别人的工作啊，异 <laughs>、呃、化嘛。对，人的工具化。那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状态”，我们都知道，对吧？早上钓鱼，下午喝个小酒，晚上打个牌啊。 呃，在晚上上坑陪陪老婆这样。啊、你们家住炕不是炕呀？不是，<laughs> 所以刚说的，我觉得说无所谓啦，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你的事，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脑子。6, 哎，九九六。对、啊、我接着你这个说啊，嗯、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你比如说，呃，我们假如这么讲啊，呃，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给你怎么工作，对吧？ 愿意不愿意九九六，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个人选择的自由。这个理由很刚吧？嗯。但是我现在发现啊，这个社会复杂呀、啊，就表现在人类最深刻的问题表现在哪儿啊？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你刚才讲的巴黎，嗯、我有两个经历，就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你看我在巴黎那个买那个牛仔裤。 哎呀，我平生真一回，就是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嗯嗯五点钟关门，你知道吗？啊、我拿了一条牛仔裤，我试，我总得试一下嘛。我试完了，我走到柜台的时候，他那个闹钟五点整，哎，嗯，就就收收银台啊，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啊，那、嗯啊、对不起，欧、哦、啊，这这法语我也听不懂，关就就关门。我说这就不卖给你啊，这正可可丁可卯五点钟下班，说你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这是一个印象，二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在巴黎街上看见一场游行，哎，开头这个翻译就说说啊、哦，这是那个法国那个那个巴黎那个工人呢、啊，就是抗议加班，嗯、就是就是抗议加班。后来呢，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跟我说把我听懵了。他说哦，还不是，他们呢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他们是抗议老板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对。 <对>明白吗？就是说，哎，我可以自由选择，可是这种自由选择成面积的自由选择，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就不是那那些个愿意加班的，他就挣得多，嗯、我就被淘汰了，就有压力，就有。所以你看，<错>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就咱俩同样在一个公司工作。 对吧？老板说咱都都都像文道似的休息休息，大家休息好，大家休息好啊。他也是说说而已。对对对对对那最后这个晚上十一点还在干，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嗯，对啊，你绩效干得好，干。边这对啊，这矛盾怎么？但但我想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剥削啊，其实比我们想象要严重，他还不只是说。 使得你比如说有异化问题，晚上不能够上坑啊，上炕啊，上炕上炕，你普通话讲不好，上炕没睡。你你我跟你讲的，上坑，是吧？东北人。对，然后呢，还不止是这样，而是什么呢？有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的劳动力，所有上班的人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不是？给老板，然后挣的这份薪水或者奖金，劳动力这个东西不是无限供应的，人不是机器，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就我的劳动力也是要再生产。 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我要吃东西，我要休息，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我有我的业余爱好，让我这个人呢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OK，现在九九六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它剥削掉你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老板要你出卖劳动力给他，那员工只好卖了。 但是员工卖之余，员工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生产的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就说我干久了，如果九九六久了之后啊，比如说干个五年、十年，比如说国内有一家数一数二的、全国人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就很有名嘛，就他一些高层员工就干了几年下来，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为什么先是肾不行？<后> <laughs> 哦，肾为先天之水，对啊、先天之本，嗯、各种病都有了。这很有名的一个事，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跑去跟这个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说请辞，我没办法了。然后我我老婆也不愿来这个地方，他在另一个城市。我们这样下去，我家也没了，我我身体也没了。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你这样的老婆要他干什么？<laughs> 说你有没有理想？ 是不,不愿景？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算得了什么？哎，所以呢，你像人家侵犯到人家家庭生所,所以这就变成还不止。就是说，你想看，如果一个员工最终真垮掉了，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那他的劳动表现就不会好，绩效也不会好。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炒掉他，换一个年轻力壮的、生产力还足够的人，这才叫是是最大的问题。这种剥削就是说，你一个员工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 他的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对老板来讲的办法就把他弄掉，换一批。其实你刚才说这才对这个劳动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嗯，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充足休息，对吧？对他他自己才有创造力。但如果他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老板可能需要到的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那个部分，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来做，是一个蛮机械性的、<是>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要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说不要这个 999, “九九六”，它它需要我们真的要把回到我们原始的好的人之为人的状态吧？我觉得基本回不去，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你除非大楼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那就没这事儿了。你在你就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我员工回家六点钟，全家断 WiFi，你全家断断 WiFi，你才有家庭生活呀。 其实这个九九六不光是对你这个员工，嗯、其实对他的下一代也很大影响。当然，他的下一代也是你的、嗯、这个老板的下一代要生活的这个。可是对资本家来说，他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把钱赚最多嘛，<laughs> 对、啊、wise, 利益最大化、啊，利益最大化嘛。 那呃，里面有一个东西哈、啊，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就是价值观了啊,啊，你这个整个群体，你的 value，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回到文涛说，你说在欧洲巴黎哈、啊，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通常是两个方法嘛，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嘛。欧洲有些城市啊，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哈、啊，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规条，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是说哦，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哈、哦，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是是要缴额外的税的啊、哦。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呃剥削员工的，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啊。对，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我喜欢礼拜天营业，你们不营业，你的事我营业啊、哦，那不行的、啊。 我说他行，你收呃付额外的税，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我不能，我开了没有用啊，我赚的钱不够。那另外一个呢，除了法规啊，还有经济运作上面哈、啊，给你增加你呃呃开 OT 的成本以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那种价值观，你的融入融入感，就是那个羞耻啊，整个群体整个小区看不起你啊。 看不起你那这家人呢、啊？你这个店，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都去 BB Q, BBQ、Barbecue 去烤肉，你在开着这个店，我们根本不跟你玩。所以你看，嗯、得形成社会共识，嗯，就要消除这个这个差别，就是全社会从老板到员工。 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就是这事儿丢人，嗯、对吧？那才能解决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呢，就是。可是，但话说回来，这个也有时候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那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啊，有些国际投行，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至少比如说平常九九六或者十一七十一就也就算了。 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当你在休假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投行，很多包括四大会计师行都是这样。你在休假的时候，公司不准给你发邮件，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你回打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而是真的就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 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很勤快的一个地方，它都能做到。但是很奇怪，就像家辉刚才说的，你说在欧洲，我真的就去见过那种例子太多，在尤其南欧、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嗯、呃、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其实他们像什么呢？我感觉其实像八十年代的中国。 你回想八十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五五点多六点多，点多这个百货公司、那个友谊商店或者什么商城，啊，一到点是响的吧？全部人欢呼。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他就不理你了，胜利大逃亡了。大逃亡的那个阶段啊，然后呢，后来呢，现在才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啊，移民家庭，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星期天。 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人家的社会规则就是这样。就他开店，他开店，你说他要交罚款或者交多点税，他照交。为什么呢？他觉得赚得回来。怎么赚呢？他本来是开洗衣店，我星期天的时候，我不只是洗衣店，我还是个杂货店，我啥生意都做了。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那任何人来，而且是游客，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嘛，不是中文多嘛，都去帮衬，所以他赚得更多。 那最后呢，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反应都是，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而是去问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你为什么这么懒？嗯、所以呢，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 他不讲这么勤吗？我我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等着你们骂我的，就是刚才我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哈，但是反过来我我说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家都讲的是人性关怀，但是从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对啊，就是。 <对>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是>其实你不眠不休，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对吧？你不眠不休。我我以前我也试过啊，就是办公室摆就摆三个椅子，就在上面睡啊，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写，或者又干。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想完成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哦，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跨就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嘛，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个幼儿园，我看他们一半天那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 我问那个园长，我说你们孩子累吗？他说：哎，我们这不叫累，叫完全燃烧。他说，完全燃烧之后，<laughs> 他说我们要学完全燃烧之后，他说身体，对，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laughs> 嗯，我我我说完这意思就是说，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你告诉你的员工这些道理，他们就会被洗脑。我路上来路上在说，我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对，没错。烧烧烧着没有？你还有人叫两头烧。喜悦，对吧？哎，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两方面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就未经审视苏格拉底是吧？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加入一家公司，哎，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嗯、啊，啊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为了他的理想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啊。有时候这老板是个是个不靠谱的，但员工可不就是这样吗？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有的理想你我审视过，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确实造福人类、造福世界、造福我自己。哎，我选择，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选择。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特别会忽悠。 忽悠的吧，也不大给钱，对吧？最后呢，说的这个员工，甚至我们见过前几年那个报纸上咳咳还批判呢，那都有点咳咳那个成功学啊，有点那个催眠了，甚至光说都不行了。哎，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我自己有体会，哇！ 在当时啊，我都是出出了门之后我才冷静下来。<laughs> 真的，当时听我,我都恨不能跟着他去。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你知道吗？但是甚至就是就是员工，你看喊口号，每天早上哗哗哗，他那就在燃烧啊。那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你也没选择，<laughs> 你不得挣钱工作呀、啊？对，所以我说还是你你当你听的时候、哦，喂，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应该审视你准备怎么。 对啊，那所以自己的所以问题就是，那是不是你的梦想？老板的梦想是不是你的梦想？有时候听着听着，我就觉得那<对>也是我的梦想。这就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已经七十一的生活过了不晓得多几十年了。但你是你自己老板啊？对，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我从来最重要的是，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哎，文道，所以你觉得工作就是快乐的吗？我很快乐。我这么多年，你,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是个工作，你想快不快乐？写作、做节目、跟人沟通。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所以我一直很快乐。但问题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你们的理想加总起来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跟你的员工是同样的理想吗？你是要洗脑他们呢，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进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还是怎么样？ 我我我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抱着理想实现自我，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我相信那几个大佬，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他在他觉得他再累，他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在实现这己理想。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假如你不是为理想，那很坦白讲，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报酬嘛。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哈、啊，那、这、些、个、大佬。 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哈，他们说那个呃，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啊，他也觉得说，呃，不应该是制度啊，也不可能是制度，是违法违规的嘛哈。另外，纯粹做的商业来说呢，他说也是不行的，行不通的，因为当你这样的话啊，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他们会跳跳槽嘛。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 还有不要忘记哈，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market 市场，有市场你可以跳槽。他说你这样要人家九九六，你不可能留住人才啊，那你企业一定失败啊啊！所以说，嗯，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啊，全、欸、全,全完全人。但讲到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 对啊，没错啊，所以大家都这么干呢。这市场呢，市场的健康的问题啊。对，嗯、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我特别能理解。好比说富一代，对吧？哎，你说这个人，呃，这个发发发财了，对吧？呃，绝对有凭运气的，但是呢，老实讲，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一个。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 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不是，他是比你走运，还比你勤奋。没,没, <laughs> 嗯、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有过人的财富，他必有过人的代价。<才能 S 1> 那么你想，像这样的一个父亲，一个富一代，嗯、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哎，我不想加班，我不想努力奋斗。”那么你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他他肯定这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我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孩子。 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对吧？他就这样说。那么，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很难来理解这个孩子说：“你怎么学艺术？是吧？那玩意儿将来能当饭吃吗？对吧？”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哈，我也经常会反省。你说什么审视、审视、审、呃、视、审视<事><经>的人生、啊，我也经常审视自己哈、啊。他说：“因为那个、那个。”呃…… 我就是那种父亲，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找工作，我就皱起眉头了，因为我觉得、呃、觉得太辛苦了，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样哈不值得。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所谓享受不一定吃喝玩乐看韩剧哈，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艺术的欣赏哈。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假如。 今天那个不是女儿了，是儿子。嗯，我就会说你这个宅男没出息，赶快给我出去工作啊！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laughs>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来买法拉利，不会留给你的啊！然后呢，要要要这样来，那你儿,那女儿我你的儿子要说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 就像前一阵网上围观的那个什么一个国学的国学大师，是不是也想去去买房子了吗？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是会一关注他，对那假如是这样，我当然就是会，呃，就是会生气嘛哈。我刚说，假如是女儿，我就好，就好像觉得无所谓了，你就享受人生哈。嗯嗯那可是说话说回来，不管是男女了。 那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不完整、不真实也好，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有热情，那些当然最重要啊。像文道，从年轻我看着他哈，写作啊、思考、演讲呃，像我自己也是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听完一句话，就在大脑里面挥之不去。我十来岁听了一句话，坦白讲，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是什么路了。 那句话就是基本上从读者文摘看的哈，我们那年代都看读者文摘、嗯，名言哈。那句话是说，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呢，我要做一只羊，吃草啊，在草原吃草是羊的生活，也是羊的工作，也是羊的喜好热情。哎，我就听进去了，看完看进去了。 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受不了，我没办法容许自己。好，我今天九朝九晚六是这个为了赚钱而活的，啊，六点之后我就只才做我自己喜欢的，我没办法容许自己呃过这种生活，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做研究、教学啊，每一个都是我喜欢。当然也有阴暗面啊，后悔，要经常在家里。 写作什么什么没没有理由跑出去，那要整天在家里就闹矛盾嘛。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拿鞭子抽。没错，嗯嗯嗯、我就很羡慕那种可以到处跑的，这个做生意的老婆，我走了三天不见人的。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文，那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哈，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还是你身不由己的？ 你你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哈，还还还是我们武汉大学一人写的。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他是个白领，然后呢，他说有一天我跟一个送外卖的同电梯，然后这个送外卖的呢，可能是上电梯之前呢在打电话，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在打电话，不知道他家乡那个女朋友呢说了一句什么啊，然后呢，突然间这个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哥呀、啊、就咆哮起来了，就说。 你别以为这个城市里的白领，呃，白领啊，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挣的钱一个月跟我差不多，你知道吗？你以为他们是什么是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我估计是不是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了、啊，是吧？<laughs> 然后好，他就由此一下产产生了个兴趣，就做了个小调查，他发现呢，的确在北京、上海。 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你的这个工资说什么？呃，最多一万吧，八八千到一万，反正就几千块钱。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那个骑士啊，其实真的是甚至比他挣的还多。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吧>那当然分分钟有钱挣得多。<吧>所以他由此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你看。” 他发现这个白领，就是他，他，他，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呃人哈、啊，他说我们呢挣几千块钱，在北京、上海，我们愿意花三分之一的钱租房子，当然也是很小了，但是毕竟就是说，呃，愿意花到两千块钱、三千块钱，甚至就是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每个月租房租。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送快递的，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他是到这儿来挣钱。 所以呢，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但是呢，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啊，就五百块钱一个床位，就,就像你说的劳动法、嗯、人权不允许这样，可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要这样，他要用最少的钱。啊 干这么几年，对把钱攒出来，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这个这个环境、就是、生活这、就是。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嘛？他永远觉得我未来奔着一个来对，他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盖有的人呃那个快递小哥给你看家乡盖的大房子。对，就我再在这儿熬几年，我回家。嗯、<果>我家里菲佣就是这样嘛，在香港的外佣就是这样。我,我家里菲佣前面一个菲佣在,、嗯、在我家干了八年，然后离开的时候哭啊，抱着哭哈，抱、啊、着哭了好久。 抱了好久，然后呢就说之后呢，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来 <laughs> 拜,拜啦，老板，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laughs> 住了这 <laughs> <以>我家五百平米，<laughs> 还有个花园什么？我还见过回去盖泳池的。对呀、啊，他、嗯、他说你就继续享受你的。你不是说不是说中国孩子延迟满足能力低吗？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嗯，我苦干十年，苦干五年，我为了攒一笔钱。 那么，但是这五年之内，我可能就九九六啊，甚至八幺幺六八呀，对吧？你刚才还问、这个、对，对你刚才还问说他们有就人有没有这个自由选择？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就是年轻人很自由，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自由是伪自由。就是我碰到好多，就是现在大学毕业他不找工作的。 嗯、他干就是那种，就是 part time 做，嗯、或者做跟你做一个项目，跟他做一个项目。他不，他们斜杠青年，对他们还越来越多，还不仅仅是那样，嗯、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一定他有这个斜杠的专长，<对>就什么都干。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跟你，就是我全部卖给你这么一个工作？<是>他觉得这样我可以掌握时间，但这样其实有时候他更累。 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他还在拿电脑给你干活，对他他就他玩不了，就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农村，我听说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他们在就是刚刚到到这个城市里面，有种工作叫水猫，就是说他今天<猫>他什么都能干，今天给你干。 那个泥瓦匠，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是是再或者这些人也不找工作，他干完一天工作，他有一天的钱就去买酒喝，然后或者他有一天的这个就是这个享受。嗯、他们觉得现在的就是就是现代社会可以支持你说，我不需要跟你有一份长久的这个合约，我可以活下来。那我为什么不活得不那么紧张？但这个呢是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世界到处都有这种呃所谓的零散的工作的状态。 或者临时合约下面工作状态，这个状态是两面的。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好像让这个员工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比如说我很自由啊，我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我爱干的时候就干，不爱干是不爱干，而且我能干很多样不同的东西，哪怕工作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钱少一点，但我掌握时间很快乐。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 今天越来越多公司喜欢聘请临和临时工。嗯，你这样看聘临时工好处有多少？假如我们公司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首先你那个所有的保险啊、社会保险这些整个成本就降下去，就等于香港那种公积金降下去，等于像大学不就特别多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那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更压低。 然后呢，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就更好了。比如说，我今天看你这个员工不错，我请你。后后天觉得不行了，说说不跟你续就不跟你续。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因此呢，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自由自在了；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他也自由自在了。嗯，他更可以不负责了，没义务。没错。啊、那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员工更好呢？那里面还是有个市场的问题啦，供求的问题。 当你好像只要我把你除掉，要再找人我找得到啊！这种状况下，对于资本家才好嘛，不然的话你不愿意。合同绑定你。对啊，不然我用以前的八零年代在之前的日本、韩国长约终身聘用哈。啊 对啊，我还需要里面除了说里面的劳动力的供求问题，还有一个我刚一直强调的价值观啊，忠诚啊。我需要你的忠诚，我需要你的你的荣誉感。除了因为我相信忠诚对我们做的事业有帮助以外呢，本身那个老板也享受忠诚的感觉。嗯，啊，而不是永远我手下都是雇雇佣兵哈、啊，我的马家军、窦家军、什么周家军哈。啊 那有那个我自己人那种荣誉感，里面具体的制度剥削市场有，可是价值观忠诚荣誉感也有。那这个，你比如说要，你比如说要叫我想啊，你们觉得这样的是个好坏？就是说，工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快乐，那我是个觉得是个劳役。呃，但是呢，我也不是遗产继承人，我如果不做，对吧？我维持不了生活，所以呢，我要做。 那我要做呢？我早年间老喜欢听香港人说打工仔，嗯、我挺认同这个的。嗯、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打工仔我一样比你干活不含糊，因为我识人之路，忠人之事，对吧？拿了人的钱，对得起人家的收入。不说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活儿就得干到位，对吧？那么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我无限投入。 但是这无限投入，我发现挣得太少了。你看前些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